某物理学家在计算繁杂的数值 A、B、C 注意时，分别得到 log A 等于 6.5， log B 等于 7.5， log C 等于 14， log G 等于 20.5， log E 等于 28， 这五个对数值，请选出下列正确的选项。好，那首先从题目的已知，我们分别可以知道 A 等于10的 6.5 次方， B 等于10的 7.5 次方， C 等于10的14次方， G 等于10的 20.5 次方， E 等于10的28次方。好，那首先我们可以先来看 C 等于10的14次方，那它可以表示成是10的 6.5 次方乘上10的 7.5 次方等于 AB， 所以这样子我们可以知道第二个选项是对的。好，那接下来看 G。好，那 G 的部分是10的 20.5 次方，那它可以表示成是10的 6.5 次方的平方，好，再乘上10的 7.5 次方，所以可以表示成是 A 平方乘 B， 所以这样可以知道第三个选项是对的。好，那接着看 E， E 等于10的28次方，可以显示10的14次方再平方，所以可以表示成是 C 平方。好，那或者也可以写成是 10， 然后乘上10的 6.5 次方括号的3次方，再乘上10的 7.5 次方，所以可以显示10倍的 A 3方再乘 B。 好，所以这样子可以知道说第四个选项是错的，那第五个选项是对的。好，所以正确的选项为235。想要获得更多升学相关的资讯，欢迎扫描旁边的 QR Code， 或者是点击下方资讯栏的连结加入龙腾高中生，教练会提供你最及时的帮助。我们龙腾高中生见。